啊，我们开始上课了啊、哦。那记得要按照座位表来做啊，按照座位表来做哈、哦。那我们上个礼拜啊，讲到这个生物的特性啊，讲到恒定性这个地方哈、哦。恒定性也就是外在环境啊，不管怎么改变呢啊，我们啊生物体内啊会有一个调节的一个机制。那将生物体内的环境啊维持在一个可以忍受的一个范围啊，可以忍受的范围。那我们也提过啊，比如说呢啊，这个像流汗啊，像流汗。那我们也讨论过有哪些呢？我们这个东西啊，有哪些条件呢？必须啊，在人体是要维持恒定的啊，维持恒定的啊。比如说呢，除了体温之外呢，啊，还有血中的葡萄糖啦、啊，或是说血压啦、啊，哦等等，还有血中的电解质啊等等，有很多很多的例子啊，很多很多的例子哦。那比如说以血糖来说好了，啊，我们的血中啊，这个血液里面呢，葡萄糖的一个浓度啊。哦，大概要维持在一个恒定啊、哦，这个恒定呢，大概是介在于70到150个毫克啊、哦、这样的一个范围哈、哦，每 100cc 大概要维持70到150个毫克啊、哦、这样的一个葡萄糖浓度才算是一个正常啊、哦，才算是一个正常哈、哦。太高啊，跟太低都会有不好的一个结果啊、哦。我们有提过啊、哦，比如说太高呢啊、哦，就会导致啊像糖尿病这样的一个问题。那糖尿病呢，哦、事实上啊、哦，血中的葡萄糖浓度啊已经太高了。那所以说有些葡萄糖就会从你的尿液啊排出去啊，所以才叫做糖尿病啊，叫糖尿病。那糖尿病的病人呢，哦，到最后很容易啊引发啊所谓的多重器官衰竭啊，然后造成死亡啊，造成死亡哦。那太低呢，也不好啊，血中葡萄糖浓度如果太低的话啊，就会导致啊啊这个啊你会精神不济啊，就会导致啊你这个昏昏沉沉啊昏昏沉。所以明显的例子呢，就是说啊你可能。啊，早上啊没有吃早餐，然后就去上课啊，你就会啊显得这个精神不济啊，精神不济啊，昏昏沉沉的。好，那这是一个例子。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血中的葡萄糖啊，怎么维持恒定啊？怎么维持恒定哦？啊，当然你吃了一个大餐之后呢，啊，吃一个大餐之后，那你的所吃的食物啊，经过我们胃肠道的消化吸收，那养分啊，哦、啊，包括糖分呢，哦、啊，就会从啊这个胃肠道被吸收进入血液里面。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血管里面啊葡萄糖浓度非常非常的高啊、哦、非常非常的高齁、哦。那我们说过啊血中啊葡萄糖浓度太高其实是不好的啊、哦、也是一种浪费啊、哦、一种浪费，因为到最后可能从尿液里面排走了嘛，对不对？那为了避免这种浪费，而且啊可能啊所造成的一个不好的一个效应呢啊，我们这当我们血中的葡萄糖浓度很高的时候，我们的胰脏啊，我们的胰脏有一个细胞叫贝塔细胞。那这个贝塔细胞啊，就会分泌所谓的胰岛素啊，分泌胰岛素。那这个胰岛素呢，接下来就会啊产啊透过一些机制，那这个机制呢，就会将血中这个太高的葡萄糖，把适当的葡萄糖呢啊留着，那过多的葡萄糖呢啊就把它哦、啊、以这种肝糖的方式就把它储存起来的意思啊，就把它储存起来的意思哈、哦。所以它就会使得血中的葡萄糖呢维持在我们刚刚所说的啊这样的一个范围里面啊，这样范围。一个适当的范围里面哦，不会有太高的葡萄糖。那相对来说呢，哦，如果啊，现在你可能啊，快要接近中午了，或者说快要接近晚上了啊，那你开始呢，已经离你上一次吃饭了，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那这个时候呢，血中葡萄糖浓度就开始下降了，哦，开始下降啊，就会使得你昏昏沉沉哦，昏昏沉沉哦。那昏昏沉沉，这个当然不可能哦，你的正常的身体情况啊，不可能让这样的情况啊，哦，这种。持续的发生，或是说呢，维持太久，因为呢，当你的血糖浓度太低的话，事实上会引起很大很大的麻烦哦，比如说啊、你的精神会不济啦，哦，那有可能会影响到，比如说你骑车啦、开车啦，哦，就会注意力就会没办法集中。那在血糖浓度开始下降的时候呢，我们胰脏啊有一个细胞叫阿尔法细胞，它就会分泌啊升糖素啊、升糖素。那升糖素呢，就是把之前储存起来的啊、之前的葡萄糖呢是以所谓肝糖的方式储存起来，那现在你需要了啊，就再把这个肝糖的方式呢，因为啊这个所谓升糖素的分泌啊，就会使得原来的肝糖呢分解成葡萄糖啊，分解成葡萄糖，那把这个分解的葡萄糖呢再释放到血液里面去，所以使得你血管里面啊这种血液呢葡萄糖浓度啊可以维持在一个恒定的一个状态啊，恒定的状态哈、哦、啊，所以你看，当你血中葡萄糖浓度比较低啊，比如说早上没有吃饭来上课啦。啊，或是说中午吃饭到现在啊，血中葡萄糖浓度开始下降了啊，你就会开始昏昏沉沉想要打瞌睡。可是呢啊，你如果吃太饱的，其实也会打瞌睡的啊。有大家应该有这样的一个经验，比如说刚吃完饭啊，刚吃完午餐呢，然后接下来一点就上课，也有可能啊上着啊，然后就睡着了啊，就打瞌睡啊。那为什么刚吃完一餐
血糖不是浓度不是很高吗？那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你也会想要打瞌睡呢？那这真的很难做人，对不对？你血中浓度啊，葡萄糖浓度太低啊，你会想要打瞌睡。那现在呢，血中葡萄糖浓度啊，刚吃完饭的时候浓度很高，你又会打瞌睡。哇，那时候要维持清醒上课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哦，大家辛苦了哦。那事实上啊，为什么你吃完一顿饭之后啊，比如说下午一点上课，你会想要睡觉呢？因为啊，哦，你的吃进来的食物啊，在你的胃肠道，你要消化吸收。那消化吸收呢，就需要很多很多的血液流到你的胃肠道这边来哦，因为呢，这边的细胞开始要发挥它的一个功能，开始啊要去消化这个食物，然后把食物里面的这些糖分啊吸收进来，所以这个时候需要大量的血液啊到你的消化道这个地方来。那大量的血液到你的消化道啊，所以说呢，相对来说供应啊脑部的血液的量呢就比较少啊，就比较少。所以啊，刚吃完一顿饭之后，你也开始啊有可能会啊有这种比较精神不济的一个状态啊，精神不济的一个状态哦。好，所以我们刚刚啊举了一个啊以葡萄糖的例子，我们如何去维持啊血中呢葡萄糖浓度的一个恒定啊一个恒定。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啊生物的另外一个特性，对环境的反应啊，对环境的反应哦。那比如说呢，这只小白兔，那刚下完一场大雪啊，这个小白兔说，哇，终于雪停了啊，它就到外面来哦，这个来玩耍啊，来玩耍哈、哦。那玩着玩着呢，哎，它突然听到了有一些奇怪的声音出现了，然后回头一看，哇，一只大山猫啊正朝着它扑过来啊，扑过来。那如果说啊，它没有事先听到这种稀稀疏疏这种风吹草动的话呢，它可能啊被谁抓走，被谁吃掉，它都不知道。那因为呢，它可以感受到周围环境的一个改变，所以它可以及早回应来逃走啊。虽然它不一定能够逃得掉，但是呢，啊，它最起码对周围的环境呢，啊，产生这样的一个改变啊，让它知道说啊，这个大山猫出现了啊，它可以及早的啊来逃离啊，及早的来行动啊，来行动。所以生物啊对环境呢啊的一个改变会产生相对的回应啊，这是生物的特性啊，生物的另外一个重要的特性。那比如说再举一个例子的啊，比如说这个鹿呢。啊，到了交配季节，它可以啊闻到空气中啊这个母鹿啊哦进入发情期所释放的这个费洛蒙啊费洛蒙哈，那这个藉由这个费洛蒙的一个出现，它可以闻得到。藉由这个费洛蒙的出现呢，它就知道说啊在哪个方位呢啊有这个母鹿啊啊它事实上已经进入啊这个啊交配季节了，所以它可以找到这个母鹿，然后呢接下来啊交配啊，然后把这个延续我们、啊、这个后代了哈、啊，就是把它的基因啊遗传下去啊流传下去。那我们再来举一个对环境改变啊哦所造成的反应哦生物的这个特性哦啊，比如说这个小娃娃啊不小心呢啊手啊去摸到啊这个锅子，这锅子啊正在煮开水啊正在煮开水，那摸到这个烫这个很烫的表面呢，它当然了、啊、你可以预期这小娃娃呢马上啊就把手抽回来了，然后就开始哇哇大哭了。有没有可能小娃娃先哇哇大哭，然后手就放在盘子上面再收回来，哪一个会先发生？你觉得哪一个会先发生？首先收回来还是先哇哇叫？先收回来。先收回来哈，为什么？因为当下避开那个痛楚。嗯，当下就会避开那个痛楚。可是你还不知道痛呢，你还不知道痛你就收回来了，还是说你觉得痛才收回来？觉得痛才收回来。觉得痛才收回来。嗯，我们等一下来讨论这个问题哈。那有些人哦，天生他就是无痛症。那这种人哦，其实很可怜。说到这个，我们来问一下同学好了，然后，徐新祥啊，徐新义，哎，我们为什么要有痛觉啊？有时候牙痛痛得要死，对不对？我们为什么要有痛觉？这痛不是让人家很讨厌吗？我们为什么要有痛觉？想一想，如果没有痛觉的时候会怎么样？我们为什么要有痛觉？这痛有时候是蛮讨人厌的哈，对不对？那为什么要有痛觉呢？想一想，嗯，为什么会有痛觉呢？你觉得我们为什么要有痛觉？嗯，才知道哪里出问题。才知道哪里出问题，所以，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所以它是一个保护机制，对不对？哦，有些人啊，他天生就是没有痛觉，无痛症。那这样的人啊，哦，其实会非常的危险。为什么呢？他有时候在吃东西啊，把自己的舌头咬断了，他都不知道，啊，把舌头吞进去了，因为他不知道说他已经受伤了。所以痛觉事实上是一个保护的机制啊，保护机制。但当然太 over 你就不舒服了哈，你就不舒服了哈。所以呢，啊，痛觉其实是一种我们这个可以察觉外界环境变化造成危害的一个感受的一个机制啊，感受的一个机制。那比如说呢，啊，这个人呢，哦，这个可能在宿舍啊，哦，刚洗完澡，那打着赤脚在走路，那
可是不小心呢就踩到地上的一根图钉啊，地上有一个图钉，然后踩到这个图钉的时候呢啊，你们的反应会是怎么样呢？踩着图钉然后就开始哇，然后脚才踩起来，还是说赶快脚踩起来然后才开始哇哇叫，开始去摸你的脚？我们刚刚已经从刚刚前面的例子大家知道说，你一定是先把脚抬起来哦，对不对？然后才开始去摸摸它啦，才开始在哦，比如说开始就西瓜拔啦，是谁的钉子啊？哈、哦，什么？那为什么后面有这样一个顺序？刚刚同学提到说，哎，是感觉到痛啊，所以你要避开痛啊，痛是一个很重要的知觉嘛，对不对？哦，那事实上哦，这个是跟神经的运作有关哦，神经系统的一个运作有关哈、哦。那这个脚啊踩到钉子之后呢，哦，它的感觉神经啊、哦，负责感觉的神经，感觉神经呢受到刺激啊，它就很快的把讯号送回来，送到你的脊髓这个地方，送到脊髓这个地方呢，它马上就反射给一条运动神经，让你的脚啊就缩回来了。那除了这个感觉神经，除了把讯号送到我们的脊髓，然后造成一个反射，让你的肌肉收缩之外呢，它接下来啊，但这个神经啊，这个讯号呢，还是会送到脑部去哦，还是会送到脑部去。也就像我们刚刚的一个例子好了，这个你手摸到这个热的表面呢，哦，这个感觉神经啊受到刺激，那讯号呢就送到你的脊髓啊，送到这小朋友的脊髓，送到他的脊髓啊，脊髓就是我们中间这个脊椎骨里面的一个东西了哈。送到脊髓之后呢，哦，它交给运动神经啊，运动神经送出来，让它手啊的肌肉收缩，赶快收回来，哦，赶快收回来。那同时呢，有些讯号啊就会开始往上送，送到哪里？送到脑部去啊，哦，送到脑部去。只有啊讯号送到脑部啊，你才会有感觉，你才会有痛觉，你才会有一些这个情绪的反应，比如说你会开始哭啦，哈，或是说啊，想要去摸摸你的小手手啦，受伤的小手手啦，哈，所以送到脑部才会有情绪的反应，才会有感觉，所以你就知道哦，这个路径是不是比较快？送到脊髓，然后它马上就让肌肉收缩了，那这个讯号呢，在送到脑部的时候呢，它才会有反应，才会反应。所以其实当下你并没有感觉，你就已经收回来了，你就已经收回来了哈，所以并不是因为呢你感觉到痛啊才收回来，不是哦，是一种基本的一个所谓的单突触的一种反射动作，一种反射动作哦，它没有牵涉到任何的感觉、任何的感情、任何的知觉都没有哦，它是一种很单纯、很快速的反射啊、哦，反射哈、哦。所以呢，我们说，当然啦，一定是脚先抬起来，然后呢，接下来才会有情绪的反应啊、哦，因为啊，这个脚抬起来这个动作呢，是一个很快的反射动作。那当讯号送到脑部去的时候呢，哦，才会啊，有接下来，比如说去啊。抚摸它的一个动作啊，抚摸它的一个动作所以我们可以对外界的一些环境改变，或是说有没有这个痛觉，可以知道啊这个逃避这个危险。那除了这个痛觉之外呢，我们生物啊有一个辨识系统啊，不管是人还是其他动物一样，都有一个所谓的辨识系统。这个辨识系统啊叫接受器啊，叫接受器。有了这个辨识系统啊，让我们可以知道外界啊一些物理因素的因子的改变，比如说声音的出现啦，光线的出现与否啦，或是热啦、冷啦、位置的改变等等。那也可以针对外界化学因子的改变啊，比如说啊有一些气味分子，像鹿啊闻到了母鹿的一个 pheromone 啊，对不对？或是啊我们所吃到舌头所吃到的一个味道。我们为什么会知道这些物理啦、化学因子的改变呢？因为我们有一个辨识系统叫接受器，所以我们就可以对外界环境的改变来产生回应啊，产生反应啊，这个是生物的一个特性。我们来举一些例子好了哦，比如说啊，这个毒蛇啊，这个毒蛇啊，蛇其实蛮怕热的啊，所以呢，很多毒蛇啊是在晚上才会出来啊，晚上才会出来哈、哦，才会出来猎捕这个啊我们猎物。那这个蛇呢，它晚上出来，它怎么看得见啊？这么黑，难道说它的眼睛会发出啊这个什么特殊的一个什么射线啊，让它可以看得到吗？啊，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在这个蛇啊，它的两个眼睛中间这个皮肤呢，皮肤下面大概 0.5 公分，大概就有7000个热的感受器，哦，热的感受器。所以这个蛇呢，晚上啊出来之后呢，它借由温度的改变，背景温度呢，哦，是怎么样子的？现在有一只小老鼠出现了，那小老鼠体温37°C，所以它就知道说有一个异于啊背景环境温度的生物啊已经出现了，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所以呢，哦，它就可以很精准的咬它一口。啊，咬它一口哈，那它不是用眼睛来看这个猎物在哪里。好，那这个小老鼠被它咬到之后呢，啊，接下来就会死亡哈。那它在小老鼠啊死亡之前呢，它可能就开始在追踪它啊，在追踪它。那比如说另外一个例子啊，这个蝙蝠，
蝙蝠同样的一个问题啊，也都是傍晚之后天黑之后它才会出来啊，才会出来齁、哦、那出来之后呢，它可能在树林里面啊飞来飞去，去捕捉它的猎物啊、哦、比如说这里也是鹅啊、哦、可是它为什么能够在森林里面啊这样飞来飞去，能够追踪这个也是在飞动的这个鹅，然后它却不会去撞到树啊，它不会撞到这个森林里面的树，那就又能够精准的抓到这个鹅呢？李幼慈，你觉得呢？他有什么特别的能力吗？红外线，所以他还借由红外线可以知道啊，我们这个晚上可以看到特殊的景物，对不对 ？OK， 我们来看其他同学是不是有不一样的想法？郑维新，啊，没有来哈。邱思琪吉，你觉得蝙蝠有什么特别的超能力，或是什么样的一个机制，让它可以在漆黑的晚上啊，能够去抓到精准抓到这个猎物？用声音哦，它有所谓的回声定位装置，对不对？回声定位的一个机制，它可以放出啊这个超音波哦，然后接下来呢回收超音波，然后就可以知道说前面有没有什么障碍物哦，有没有什么一个障碍物哈、哦？除了蝙蝠有这样的能力，你还知道有没有什么生物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能力？海豚对不对？哦，其实很多海中生物啊都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啊、哦，海豚啊、鲸鱼啊、哦，他们都有这样的一个机制。好，那我们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好了比如说呢，我们对味道、对气味的一个感知以及反应啊、哦，与反应哈、哦，这个气味啊，哦，对人类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感知的一个器官。如果你丧失啊，哦，这个所谓的嗅觉呢，哦，是可以领重大伤病手册的。癌症可以领重大伤病手册，丧失嗅觉也可以耶哦。所以你知道做这个嗅觉啊，哦，其实对人来说啊，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知觉。那不只是人哦，对其他生物也是很重要。比如说像老鼠呢，它可能藉由啊这个气味，它就可以知道说这个是不是我的小娃娃啊、哦。那或是说小老鼠呢，就可以知道说啊，这是我妈妈的味道啊，这是我妈妈的味道。那老鼠呢，也可以藉由这个气味来知道说，它这个食物啊，在哪里可以找得到食物？那我们为什么要这个气，对这个嗅觉为什么对我们这么重要呢？我们需要靠鼻子去找食物吗？不需要嘛，对不对？现在还有谁靠鼻子在找食物的？回家赶快闻闻，妈妈把食物藏在哪里呢？啊，不用嘛，冰箱打开就有了，对不对？哈、哦，那所以对人类来说，其实或许没有像低等生物啊、低等的动物那么嗅觉那么重要，但是其实对我们来说还是非常重要。我们举一些例子来看，气味啊，跟你的记忆呢，往往有很重要的连结，很重要的连结。我举个例子之后呢，再来问同学哈、哦，比如说啊，你今天啊，要去夜市啊，那你要去吃一种东西，那你当然你停好摩托车之后呢，你就闻到那个味道啊，你就知道说啊，我心爱的臭豆腐就是在右边这个地方啊，有卖臭豆腐，所以臭豆腐的特殊的味道跟你的记忆里面呢，就知道说这个味道就是臭豆腐所存在的地方啊、哦，它会在哪个地方出现啊、哦？哪个地方出现？那还没有同学啊，可以举一些这种类似的例子，有没有什么样的例子？在生活中有什么样的气味呢？跟你的一些特殊的记忆是有连结的，味道，特定的书有特定的味道，所以你闻到那个味道，你就想那本书。所以我们可以用特定的味道让你想要念书。有些人会记得说，某一个特殊的味道啊，是啊，我的男朋友送给我的玫瑰花，或是送给我的什么礼物啊，一个特殊的香味。那其实这个气味很有趣哦，在我的另外一门课，我们就有提到这个气味。这个气味啊，有时候跟你的记忆有连结。那有时候呢，有些人想要把这个记忆把它抹除掉，把它消除掉。哦，现在科学啊开始，其实有一些方式可以消除特定的记忆啊、哦，消除特定的记忆哈、哦。好，那我们不多讲，我们知道这个气味啊跟记忆之间有很重要的连结。比如说你去逛百货公司，然后就闻到一种味道，闻到这个味道之后呢，你就要拔腿就跑啊，拔腿就跑，你就闻到烟味。那这个烟味呢，在你的记忆里面呢、啊，你知道说接下来就要发生火灾了啊，就要发生火灾了。所以呢，你闻到烟味，让你可以提早逃离现场啊，这就是你的嗅觉啊的一个价值啊、哦、的一个价值齁、哦。
那你会不会说，比如说等他下课了啊，你可能去搭公车，那搭公车呢，闻到有一个人在抽烟，然后你就闻到那个烟味，然后你就哇失火了，失火了，然后就赶快拔腿就跑，会不会？会不会这样子？啊，找谁呢？严毅力，会不会？不会。为什么不会？不是烟味吗？就是我觉得那个就是抽烟的烟味跟这个失火的烟味就不同的烟味，所以不同的烟味连接起来，连接到的记忆是不一样，对不对？啊、哦，所以你可以很精准的判断这个味道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对不对 ？OK， 好，所以啊，为什么嗅觉这么重要，大家就知道了。好，那我们再来举一个例子好了，比如说这个啊、味觉啊、味觉，你看这个小朋友吃这个巧克力啊、满脸这种满足的感情啊、表情了、非常非常的满足哈，啊、这个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这么愉快的吃巧克力的哈、有的人呢吃了几个巧克力就肿起来，变胖了哈、变胖了，所以，我也有这个特性哦，我很喜欢吃巧克力，但是从来不会肥哦，这个是我们天生一禀的地方啊，天生一禀的地方，食物啊进到你的口中啊，它就会接触到你舌头上面的所谓的味蕾细胞，味蕾细胞呢上面就有所谓的辨识系统，就有所谓的接受器。可以让你可以知道说啊，嗯，这个食物里面呢有什么样的一个味道啊，什么样的一个味道啊，比如说呢啊，有一个你吃了一个甜的东西，那这个甜的东西呢啊，甜的这个味道的一个分子啊，就会作用在你这个味蕾细胞啊，这是味蕾细胞的卡通图，味蕾细胞上面有所谓的接受器，有这种甜味的接受器，那嗯，这个甜味呢作用在味蕾细胞上面这个接受器之后呢啊，就会兴奋啊这个味蕾细胞。那这个味蕾细胞被兴奋之后啊，接下来它就会释放出一些啊所谓的传递物质来兴奋这条神经。那这条神经被兴奋之后呢，啊这个讯号啊就会送到你的脑部里面去，所以你的脑部就知道说，我负责甜味的味蕾细胞上面的接受器呢已经被兴奋了，代表这个食物里面是有甜的，甜味的，是甜的哈、哦，这个食物是甜的啊，是甜的。那这个地方举到这个地方啊，来讲一些啊这个例子啊，比如说嗯，河豚毒素。我们常常有时候看新闻哈，就有人去吃河豚呢，啊，后来不小心啊，就是中毒，因为河豚呐、可能没有处理干净，那残留了一些毒素，那后来呢，这个可能会有生命的危险啊，生命的危险哦。河豚毒素事实上，啊、是很容易致命的，因为呢，河豚毒素啊，它会抑制让神经啊没办法产生动作电位，也就是说，河豚毒素会使得神经呢没办法传导啊、没办法传导，所以呢，啊，你就算说啊有一个，比如说糖分子啦、或是咸的盐哈、盐类，那比如说糖好了，糖分子呢作用在接受器，然后呢来兴奋这个味蕾细胞，可是味蕾细胞啊，它却没有办法兴奋它下面的这一条神经送到脑部里面去，送到脑部里面去，所以你就不知道说有甜的这个味道出现啊、有甜的这个味道出现。那所以说呢，吃这个河豚啊，有一些所谓的黄金时间哦，比如说人家朋友介绍你说啊，哪一家河豚啊，这个肉啊非常非常好吃，那你就慕名而至了哈，慕名去吃这个河豚肉。可是呢，你吃了之后，你就觉得说啊，我这个朋友真是没品味，这么难吃的东西一点也不新鲜，一点连盐巴也没有加，那为什么他跟我说啊，这个这么好吃呢？这个时候你就要小心了，为什么？因为呢，这时候啊，这个河豚肉啊在你的嘴巴里面，那河豚毒素呢如果没有清除干净，当然也在你的嘴巴里面呢、那在你的嘴巴里面呢，接下来它就可能。抑制这个神经的动作电位，抑制这个神经的运作，所以你吃进来的河豚啊、这个肉呢或是汤，虽然说非常非常的鲜美，可是你知不知道？你不知道对不对？因为你的神经呢啊、这个要传递动作电位的这个机制啊，因为河豚毒素然后就被抑制掉了、被抑制掉了，这个时候你的河豚毒素啊还在你的嘴巴里面哦，还算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处理哦。一旦呢啊、你把这个食物啊吞到你的胃肠道里面去，那你这个河豚毒素呢就会经由你的肠道吸收进入血液循环，进入血液循环之后呢就会循环全身，它到最后就会让你没办法呼吸，它会把我们控制呼吸的这个神经呢让它不能够运作，那不能够运作呢，神经就没办法叫我们的肌肉收缩，我们就没办法呼吸，而我们的神经啊膈神经啊，实际上一条叫膈神经，膈神经呢会控制你的胸廓的移动啊，所以说你才会呼吸啊，才会有呼吸的动作。那现在呢，如果说你这个膈神经啊没办法能够运作了，因为河豚毒素呢把它抑制了啊，把它抑制，那你就没有办法呼吸，你到最后就会呼吸，就会窒息而死了哈、就会窒息而死。那这个我们就跳过去，同样也是不同的味蕾啊。那因为有辨识系统呢，可以感受到这个味道分子的一个存在啊，味道分子的存在。那
对周遭环境的一个改变，然后做出相对的回应呢？再来举一个例子好了，比如说我们的眼睛啊，事实上你可以知道我们啊，不管是听觉没有讲哈，就是说视觉啦、嗅觉啦、味觉啦等等啊，都是跟这个都可以用对周遭环境的一个改变呢，产生这种接收到它的一个改变，然后做出回应。比如说眼睛好了，眼睛啊，大家一定这个很好奇。比如说你去赏萤火虫啊，萤火虫，人家说啊哪个地方呢啊有很多漂亮的萤火虫，萤火虫的繁殖季节呢有很多漂亮的萤火虫，你就跟你的朋友啊一群人去看萤火虫了，对不对？那去看萤火虫呢啊，往往是在很偏远的地方，很偏远的地方呢，去了之后你就会觉得哇塞好漂亮啊，萤火虫在天在这个空气中啊，不这反正就是在飞来飞去啊，你可以看到萤火虫。可是呢现在啊有另外一批人来了啊，另外一批呢骑着摩托车过来了，过来之后呢他一来，然后这个灯啊就照到你的眼睛，哇，你就什么什么几只睛都骂出来了，对不对？差点眼睛就瞎了。本来可以看得到萤火虫哦，可是瞬间灯出现了，摩托车车灯出现了，照到你的眼睛之后，你接下来再去看萤火虫，看得到萤火虫，有没有那种经验？在那当下那一瞬间，你可以看到萤火虫吗？可以不可以？可不可以？不行，为什么？眼睛坏了，烧掉了。原本的太亮，原本的萤火虫太亮，不是。车灯太亮，那车灯太亮为什么会影响到你看到萤火虫呢？因为已经习惯了，你已经习惯萤火虫的亮度了，或是喜欢车灯的亮度了，习惯车灯的亮度了。所以我们眼睛啊对光线啊的一个大小的改变是可以被调整的，对不对？是可以被调整的。在暗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很微弱的光线，在亮的地方呢我们就看不到很微弱的光线，所以我们眼睛啊事实上可以跟针对外界的光线亮的不一样，然后呢会调整，让我们可以看得到，或是说让我们就看不到，就看不到。那这个也是对外界的一个改变，然后做出相对的回应的一个例子。那比如说这个嗅觉我们刚嗅觉应该这样先讲，就是说你可能呢到电梯里面去，然后一开始可能有闻到一个香味，久了就不见了，或到厕所里面一开始觉得很臭，那过一段时间呢你就不觉得味道不觉得那个臭味了不觉得臭味了同样都是臭味，为什么你在那里待久了你就闻不到，是坏了吗？不是坏了是因为呢我们会有一个调节的一个机制调节的机制。那讲了那么多都是跟大家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说生物我们刚刚是以人类为例子，我们都可以都针对外界环境的改变然后能够侦测到它，然后来做出相对的回应。那接下来我们来讲生物的另外一个特性也就是生殖齁。这一堆话了齁，那生命源自于生命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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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齁。那好吧，单细胞生物怎么生殖？单细胞生物是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那比如说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齁，比如说细菌好了，然后细菌。那这里呢事实上是有三只细菌这里一只这里一只这里一只。细菌的生活非常简单非常简单齁。他们呢只要有得吃，它周围环境有营养分营养的成分，它就拼命的摄取拼命的摄取。摄取完之后接下来怎么办呢？接下来就是要生细菌怎么生细菌就是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四个变八个，八个变十六个，每次以二的倍数来分裂，这个就是细菌的生殖细菌的生殖。所以呢这个细菌在每20分钟就可以分裂一次。所以一只细菌每20分钟变成两只，再过20分钟变成四只。一天之后能够变多少只呢？有没有人要猜猜看？来，我们来问同学问谁？李伯贤，这是到底这样看还是这样看？这样看，李伯贤，你觉得一天会变几只？这么多，看到答案了，这么多了哈，这个不知道要怎么念了哈。好像50亿兆了齁，50亿兆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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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面包啊，回去呢啊没有放在冰箱，那可能一天呢啊有细菌掉下来了啊，可能到隔天呢你就看到啊这个细菌呢已经一小团了哦，这么多的细菌可能眼睛看还是看不大清楚，不过再过了一天你就看到它就绿绿的，对不对啊？所以说这个细菌啊繁殖非常非常的快速。单细胞生物啊很简单，它是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那你看到它其实也很可怜，为什么呢？哦，它现在有这个环境很好，所以呢它就会拼命啊哦这个摄取养分。那摄取养分呢，哦，它就开始分裂，不断的分裂，不断的分裂，
分裂这么多的细菌，结果呢，每个细菌都要吃啊。后来就把它的环境的营养分啊，通吃完了，吃完怎么办？大家一起死了啊，就这样子。所以细菌哦，其实蛮笨的。我们人类就不会这样。我们刚刚才举了一个例子，对不对？我们人类啊，不会，当你有的吃的时候，你不会把它吃完，结果大家都就死翘翘。比如说我们刚举的葡萄糖，对不对？你去吃进来葡萄糖，你吃了很多食物，那摄取很多葡萄糖到你的血液里面去，那这个葡萄糖呢，如果太多，我们可以把它储存起来的。我们刚刚说胰脏啊的贝塔细胞会分泌胰岛素，把过多的葡萄糖呢把它储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啊，以备不时之需哦。那多细胞生物呢？它怎么去生殖呢？当然是藉由精卵结合的方式来繁衍这个后代繁衍后代哦。等一下我们会看一个影片，是在讲这个鲑鱼鲑鱼啊这种回流，然后这个交配的一个生殖的一个影片。那这个是母的鲑鱼产下的鲑卵产下的鲑卵哦。那一般呢是母的鲑鱼产鲑卵的时候，同时呢公的鲑鱼把这个精子释放出来，然后完成这种受精的动作受精的动作。那这个是鲑鱼卵开始孵化之后呢成小鲑鱼。那这个鲑鱼往往是在高山比较干净的河流这个地方呢这个孵化。那孵化之后呢，这个鲑鱼它就会开始沿着河流到海洋里面去。为什么要到海洋去呢？到海洋它才可以获得足够的食物足够的食物。所以这个鲑鱼它从我们这个高山它生长的地方，接下来呢孵化之后就顺着河流到海洋里面去，在海洋开始找寻它的一个这个食物。那到海洋之后它会受到很大很大的挑战。所以鲑鱼呢它的体型就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那到最后这个鲑鱼这个时间到了，它就会回流回流到它原来出生的地方去进行这个交配的动作那有些鲑鱼事实上它们并没有离开原来的地方到海洋里面去。那这种鲑鱼呢它体型就会比较小它没有跑到海洋去磨练过了所以它体型就会比较小我们等一下影片会讲到这个大小鲑鱼，所以我先给大家一个这个背景的一个这个 information 你才等一下才会看得懂它到底在讲什么。好，那生物的另外一个特性就是生长与发育生长发育那我们刚刚知道说这种生殖的作用多细胞生物呢透由精卵受精的一个方式达到这种受精，然后把这个基因遗传给下一代。那接下来呢它的下一代就开始要发育了，要开始所谓进行所谓生长跟发育。它怎么去进行生长发育呢？当然是跟亲代所遗传给它的一个遗传物质就是基因也是由 DNA 所构成的基因呢是有关的那比如说在这个九一攻击的时候呢很多人就是后来就死亡了，死亡呢可能就是面目全非完全无法辨识藉由这个外表没办法辨识是谁。所以呢在总共2000多个这个受难者里面有大概1600个是藉由 DNA 的辨识DNA 的一个这个技术然后来帮他找到他的身份帮他找到他的一个身份。那或是说南亚大海啸也是这样子很多人呢可能就被海啸卷走。那这个在卷走的过程中呢可能被一些石头啦或桌椅啦因为海啸一冲过来什么东西都被打烂了，那这些东西呢对人体又造成很大的一个撞击的破坏。那接下来呢也是透过这种 DNA 的一个技术帮他们找到身份。那有一个故事是在当时有一个第81个被送到医院来有一家医院他收了很多这种受伤的人。那有一个小孩子呢他被送到这个医院来之后他编号81号所以呢他们就把他称为这个 baby 或者81那电视台就爆出来说有一个小朋友呢被送到这个医院来了，那是不是有家长有小朋友走失呢赶快来认领。结果呢来了一大堆人来了一大堆人那后来呢有九对父母说这个小孩子一定是我的，我第一眼看到他我就知道他是我的小孩有九对父母僵持不下，坚持说这是他的小孩。后来透过这种 DNA 的这种这个鉴定帮他找到他的一个真正的亲生父母亲生父母齁。好，那我们刚刚说这个个体的一个生长跟发育呢是跟 DNA 有关跟 DNA 有关齁。那 DNA 事实上有一些很有趣的一个事情，比如说我们知道这个蝌蚪一开始呢没有四只脚，是有尾巴，那后来呢它开始长出它的脚，那接下来呢它的尾巴就慢慢的不见了慢慢的不见，成蛙呢就没有尾巴了，对不对？我们都知道它这是一种所谓的变态这种形态改变的一个机制的一个过程的一个过程。
为什么他会知道尾巴要不见了呢？对不对？为什么他什么时候开始知道说要把脚长出来？什么时候知道说脚长好了之后尾巴就要不见了呢？这个啊，跟他的 DNA 都有关系哦。他有一些讯息啊，蕴藏在他的 DNA 里面。当你发育到什么阶段啊，你要启动什么样的一个程式，启动像什么样的一个动作，然后来改变你的外观啊，改变你的外观。来讲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啊，讲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哦。啊，我们两只手伸出来，你都有五个手指头，对不对？那这五个手指头啊，事实上呢，当你还在妈妈的肚子里面的时候呢，它是一团肉肉啊，是一整团的肉肉。那本来是一整团的哦，你的手啊，本来是一整团的。那后来呢，随着你在妈妈肚子里面慢慢的长大，慢慢的长大，接下来啊，就五根手指头就跑出来了，是不是从这一团里面长出五根手指头呢？不是的，它是呢，这个五根手这一团肉呢，有些细胞死掉了。然后让你跟五根手指头呢就分出来了，所以不是从一团肉长五根手指头出来，是五根手指头本来就有了，只是它中间呢会有一些肉、一些蹼哦、一些肉状的一个组织呢把它连起来，所以看起来是一整团的。那随着你在妈妈肚子里面的发育的过程，那这些细胞啊就开始死掉，让你的五根手指头可以分开啊、哦，可以分开。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个影片啊、哦，这个影片哦超级快的哦，这个没什么诚意，用跑这么快。不过我们多看几次啊，大家就会看到那个过程。那这个影片呢是在妈妈肚子里面小孩子手部的发育啊、哦，手部的发育哈、哦，那是有好几张照片所组成的一个 GIF 档哈、哦。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可以重复多看几次哦，你看，哦，好快哦，对不对？你可以看到，没有诚意哦，对不对？拍这么快干嘛呢？你可以看到手一开始的时候呢是整团的，我们看一次哦，哈、哦，来，啊，来，我们可以看很多次没有关系，哦，对不对？一开始呢，哦是。哦，一整团的，就像我们刚所说，一开始呢手是啊一整团，后来呢五根手指头就分开，你看它还藏起来不给我们看啊、哦，所以这个啊就是很有趣的事情。你的手部啊，你的细胞的 DNA 呢，它知道说它发育到什么样的阶段，某些细胞它细胞里面的 DNA 啊就会启动所谓的自杀的程式 ，apoptosis 自杀的程式，这个是很有名的哦，包括现在很多。这个药物啊，我们尝试要消灭癌细胞啊，也是要启动，要去诱发癌细胞的自杀程式。我们细胞本身就有所谓的自杀的程式。那这些细胞呢，红色这些细胞呢，当它发育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呢，它就启动它自己细胞里面的自杀程式，然后自己就死掉了啊。听起来很诡异，对不对？但是这个是真正有的事情哈、哦。那我们再举个例子，比如说小娃娃呢，刚开始啊，在妈妈肚子里面呢，哦，这是它的肠子。它肠子像热狗一样是实心的啊，是实心的。那我们知道，我们发育成熟之后，我们肠子中间是空的，对不对？因为食物要经过啊，然后你才能够把养分吸收进来啊。所以发育早期啊，它肠子里面啊，肠子是实心的啊，是实心的。那发育到一定的阶段之后呢，里面的细胞啊就开始启动我们刚刚所说的自杀的程式。那这个自杀的程式在哪里？就写在它的 DNA 里面哦，写在它的 DNA 里面哈、哦。那这些细胞呢，启动它自杀程式之后，到最后呢，就变成一个中空的结构啊、哦，中空的一个管状结构啊、哦，中管状结构。所以我们说，生长发育啊，哦，生长发育呢，我们回来哦，生长发育啊，借由 DNA 的指示啊，哦，接下来呢，开始啊，进行所谓的生长发育啊、哦，然后来完成一个个体啊、哦，完成一个所谓的。成年的个体啊、成年的个体哦。好，再举一个这个自杀程式最直接的例子啊、你们可能都不知道啊。比如说，这个月经啊、月经，那正常呢哦，这是女生的子宫哦，它的一个啊卵巢排卵之后呢啊，这个卵子啊就会被送到子宫啊，送到子宫哦。如果说啊，在这个过程中呢，在它排卵出来，这个卵子被送到子宫的过程中呢，哦，它遇到精子就会产生受精的作用，哦，产生受精的作用。那所以呢，排卵出来这个卵子啊，哦，就是在这个就沿着这个输卵管，然后被运送到这个子宫，运送到子宫。如果说呢，啊，有在这个过程中呢遇到精子，它就会受精之后呢就开始分裂，从一个细胞啊、变成分裂成两个细胞、四个细胞、八个细胞，一直分裂，分裂到最后呢，就在子宫壁啊这里怎么样？就着床啊，着床，着床的意思就是说啊，这个分裂的这个受精卵呢，到最后它会粘在这个子宫壁，开始从妈妈身上啊获得养分，让这个胚胎啊可以长大啊，胚胎可以长大。那如果没有
啊，没有受精呢，啊，我们知道说没有受精了，就会诱发所谓的月经啊，月经的来临哈。那这个地方啊是子宫壁，这个地方有一个啊子宫壁，子宫壁啊有所谓的内膜组织，这个内膜组织啊是会增厚的啊，增厚的。你看哦，这个地方啊是排卵，我们刚刚所说啊，这个排卵的时候，排卵的时候呢，卵子排出来了，卵子排出来的时候啊，事实上你的子宫壁啊是非常非常的肥厚。非常的肥厚，为什么呢？因为它已经 stand by 准备好在那里，让受精卵可以着床，可以从妈妈的这种子宫壁啊得到养分来滋养这个胚胎啊，滋养这个胚胎。所以呢，这是子宫壁的厚度，这个时候已经是增厚了啊，增厚了，等着啊，要受精卵来着床啊。排卵出来之后呢，啊，接下来啊，大概连续啊，就14天的时间啊，我们说排卵出来呢，它会开始运送啊，运送到这个子宫这个地方。那如果说啊，这个经过了啊14天之后呢，这个卵子啊是没有受精的，没有受精它会不会有着床的动作？不会有着床的动作，没有受精不会有着床的动作。那你总不能这个子宫壁一直维持这么样的一个肥厚，它接下来啊这个子宫壁的品质就会变差啊，就会变差。所以如果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没有受精卵来着床，你的子宫内膜子宫壁的啊这种内膜组织啊，它的细胞呢就会启动我们刚刚所说的自杀程式啊，自杀程式，所以这些细胞啊就会死掉啊，就会死掉哈、哦，包括啊滋养这些细胞的血管都会死掉，所以啊就会产生啊大失血，就是不是大失血啊，太可怕了，就产生就月经就来临了啊、哦，月经就来临了哈、哦，所以呢你的子宫内膜啊又会恢复到原来的一个状态啊、哦，原来的一个状态，接下来呢又开启另外一个月经的循环啊、哦，月经的循环，所以啊月经本身呢、啊、也是一种所谓的受到这细胞啊它里面 DNA 的控制。我已经准备好了，没有着床的动作，这些细胞呢，过了一段时间，它就会启动这个自杀的程式啊，自杀的程式。那这个 DNA 啊，除了我们刚刚说的控制这个细胞自杀程式之外，那当然 DNA 也控制啊外在的性状啊，外在的性状，比如说我们可以知道有不一样的一个肤色啦，哈，不一样眼睛的颜色啦，哈，或是像狗呢，它有不一样的皮毛啦，哈，等等，或是说我们会有人可以卷舌啊，有的人没有办法啊，所以这些啊都跟所携带的基因有关啊，那、基因有关哦，基因呢让它啊有这样一个特殊的外观的表现啊，外观的表现。好，那接下来我们进入最后一个这个生物的特性，也就是所谓的演化啊，演化哈。那这生物啊随着时间的改变呢，哦，它会它有些特性啊会跟着改，会跟着改变啊，称为是一种演化。演化一般啊都是跟生物体啊跟环境之间的互动所造成的一个结果啊，所造成的一个结果哈、哦。比如说呢啊，北极熊啊是白色的皮毛啊，白色的皮毛，你可以想一想为什么会白色的皮毛呢？我们如果把它往前推啊，推个几百万年之前去看啊，比如说推个几百万年呢，我们可以知道说啊，在北极这个地方呢，不是只有白色的熊哦，在北极这个地方、啊、可能有黑色的熊，有蓝色的熊，有花花熊，各式各样的熊。可是啊，这个。在这种冰天雪地的地方呢，哦，你其他颜色的熊啊，可能抓不到食物吃啊，对不对？它今天要出来捕捉猎物了。那这个猎物呢，哦，比如说这个海獭好了，这个海獭呢，很远哦，它就看到说，哎，有一只红色的熊出现了，要来吃我了。那当然我赶快跑，对不对？那所以呢，这些有颜色的熊啊，久而久之啊，它就死掉了。它可能还没有生小娃娃，还没有交配，它就死掉了。所以它基因能不能留下来？那基因没办法留下来啊，对不对？所以。谁最有利？像是白色熊，它最能够隐藏在背景环境里面啊，所以它最能够生存下来，把它的基因呢啊，藉由交配生殖的一个过程，然后来一代一代的遗传。那些有颜色的熊，可能后来就没办法能够还没交配、还没生殖之前呢，就都死掉了啊。所以当然到最后整个 population 啊，都是这种白色的啊，都是白色的哈、哦。那我们可以看到呢啊，像这个。这只鹅呢停在树上非常非常的明显，但是有些鹅呢它就会有演化的一个过程，让你啊没办法能够知道它就融入背景，让你没办法能够看得到它的一个存在。这份讲义的最后一个问题，来问同学一个问题。好，我们讲完就休息一下，换今天的新的讲义。我们刚刚提到北极熊呢为什么北极没有花花熊啦、蓝色熊、红色熊啦齁，对不对？那是因为融入背景的一个关系啊齁，背景啊造成这种所谓的选择，这个叫天择齁，造成这种选择，让一些适合的白色熊才能够留下来齁，才能够留下来齁。那我们问同学一个问题啊，比如说这个海豹，这个海豹啊，海豹都是这种深色的齁，灰色的深色的。
哇，那不是找死吧？在冰天雪地里面，为什么不是白色的海豹呢？对不对？哦，拿错边了哈、哦。陈秋荣，问过你了，对不对？哈、哦，好好，嗯。郭宏瑜，没问过哈、哦。为什么？这家伙不是找死吗？对不对？啊，我好远就看到你在那里了，哈哈，你死定了。为什么不是白色的呢？我们刚刚讲的北极熊的例子为什么不能 apply 到这个东东上面？它在海里觅食。啊、哦，好厉害！你看它马上给我们一个答案，它在海里面觅食。它觅食的环境是在哪里？它是海里面，它在海里面抓鱼的。如果它是白色的海豹跳到水里面去，鱼就吓坏了，哇，白色的海豹跳进来了，对不对？鱼就跑掉了，它说它吃不到鱼就死翘翘了。哦，所以呢，它上来啊，这个冰雪上面啊，哦，上来上面呢是为了休息啊、哦，为了休息它。主要的一个生活的环境啊、哦，还有觅食的环境都是在深海里面，这样比较颜色比较暗的啊、哦、这种环境里面，所以呢，它就维持啊、哦、这种颜色的皮肤啊、哦。谢谢这位同学这么早就答对了，让我们可以现在下课了哈、哦。啊，休息一下。